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花痴小妹山老师，今天给我准备了什么呀？赶紧上上来。来，送给你小汽车。哇塞，好多的小汽车呀。来来来，但是呢，这个小汽车有点迷你哦，你们看看。嘿，这个还是小汽车巧克力呢，我猜呀，肯定特别好吃。来来来，我们打开，看这个小汽车啊，有模有样的，有车轮，有车窗，还有天窗，你们看到没？嘿，还是个两厢车呢。来来来，嘿呀，这个原来是一层锡纸呢，里面是汽车巧克力的小模型。哎呀，可是不小心被我给捏碎了。哎呦呦呦呦呦，你们看看，如果这个样子拼起来，是不是一个小汽车巧克力啊？嗯，我先尝尝。好，说完了它的外观，我们来说说这个巧克力的口感吧。嗯，吃在嘴里呢，苦苦的，感觉这个可可味呀，特别的正宗。其实呢，还挺脆的呢。这个巧克力呀，特别的香浓，挺好吃的。嗯，薄薄的，空心的。嗯嗯，哎呦，没掉呢。嗯，再来一辆。哇哦，这么多的小汽车，我们可以列个队赛跑了呢。哼，嗯嗯嗯，帅不帅？这一排排的多整齐呀。呜咦，向左，向右，向前，向后。叮叮叮，嘿嘿，来向后。呦呦呦，力气太使大了。再来一个，拨开他的外衣，露出他性感的胸膛，来看看他的真身是这个样子的。啦啦啦啦，哎，这没有这外衣的包装呀，黑乎乎的，还不是特别好看呢。看，人靠衣装，这巧克力呀，还得有包装才好看，是不是？啦啦啦，嗯。嗯，叮叮叮，吃着吃着，我都爱上了这有一点点苦的巧克力呢。嗯，一点都不觉得腻口。好了，那我们本期的趣味小汽车巧克力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喜欢的朋友别忘了关注和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